想你的温柔地老子一步被你吸引他的脸过去这一代的老人真的是很辛苦就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辛苦我希望他们很快乐然后快乐也是要学习我希望经过游乐里让他学习让他们转念让他们知道说因缘来的是好命啊，好命人还要去付出欢喜过日子让我们做子女的很安心我们慈济乐里三个主轴就是一个身体韵律动第二个心灵的改变跟他们分享然后一个就是让他们做延缓老化以前我在乡公所当社福人员一切都是依法办事而且要符合公平原则做慈济志工我会以家人的心情走到案主的家庭去关心他全家的生活不只是给他物质上的帮忙会给他精神上的鼓励退休了我就真的要找一个真正在做事的团体那慈济就是我下半辈子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我出门都可以做好事走不远可以去做公祭啊助念啊访事啊就是每一天几乎都有慈济事有叮当啊叮当会烧然后做环保就像健身啊运动又静心而且可以消除所有的杂念放下一天就很快就过了啊所以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无餐无饭一看看这门煮多做门